欢迎我们的天天乐财神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。好，马上欢迎小钟哥。嗨，大家好，金牌打手景轩。哎呦，哦，还有欧阳妮妮。哎呀，稀客稀客啊！还有英英。英英，当然很会闹笑话的曾志熙又来哦。我要来问哦，请问什么果汁？ 最爱装可爱，最爱装可爱啊，应该是苹果吧？为什么？因为苹果看起来很可爱啊。好烂哦！烂透了！我以为你会什么劲爆答案。你不要乱解释嘛。不是吗？答案是荔枝。荔枝汁啊？荔枝汁？因为它会叠字啊。你是荔枝汁？有苹果汁，有丁汁嘛？啊，它叫荔枝汁。荔枝汁。 不错，哎，哇，今天我们有金牌打手，所以今天就杀手就交给你。今天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会尽量效劳的。今天我们来做电影宣传的，啊，电影哦，这年头还可以演电影，很难哎。哇，来欢迎我们欧阳妮妮。来，你来介绍一下啊。这个剧情呢是在讲宋博伟饰演的这个英雄少年，他在妈祖庙里面拿。 捡到一只手机，然后里面就有一个 APP 叫做"爱妈祖"。对，然后我在里面是饰演一个资优生。嗯，你本来就是不用饰演。差不多就好，因为我怕他把整个剧情都讲完。来，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。来，继续我们单元幸运七七七。 要小朋友，这单元很重要。我觉得单元好可怕。因为你没有被淘汰的话，你后面就有这个话语发语权。对呀。啊，来，现在今天恐怖啊！小梁哥陪你们玩。哦。来，抽号码牌顺序。就恐怖。来，抽号码牌顺序。来，一二三，请开牌。哦，妮妮。我。来，照顺序排牌。好。来喽，准备了，妮妮啊！来，幸运七七七 ，Let's go。 剩下四位了哈，妮妮除外，来抽顺序，来，一人一张哦。哎，四位，坐着。
翻牌，每个都站着，拼命打，拼命打，没办法。来看，脏了啦。看，我一，我二，来，照顺序拍好，准备了。幸运七七七 ，Let's go。等一下啊。直接翻比大小，这也不知道。好，看比大小，哇，我先，又是景轩的，哇，他赢了好几次了哈。好了，待会就你先叫牌了。来，我们进行下个单元。来，进入单元，怕死不怕死。好了，今天我只有你没来过了。没来过啊！今天来叔叔打不下去了，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特别发了一个什么金牌打手，不下去再让我来打你的意思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还选择叔叔来打比较好。哦，真的哈，不要这样子，狼哥，我对你温柔一点点，哎，尽量不要被打到就好，好不好？游戏规则知道哈，知道，不要叫到你自己的总数啊。来，那你一，小钟六，好，一二三，五，盈盈庄家，庄家其实反而不是很妙。好啦，我们来先来看看小钟的牌，来，英英、群群、奶奶、景轩、轩轩、妮妮、妮妮，来，英看一下，这边，二，多喊一些吧，二。三就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看我怎么玩，回转。哎呦，哦，漂亮。四，五六，五六，这样又弄不到这边了吧？有没有？七，七到了，好，走。钟哥，这边吗？不要打到铃铛，我跟你讲，打
到铃铛翻脸，我跟你讲。但我也不好意思，加油。什么歌？做节目没有什么歌啊，姐的妹的。还是给哪个打？我不要了，不要，我想要打看看。这是什么？不能骂脏话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很痛，很轻啊，有没有感觉很轻？我觉得蛮轻的，看起来很轻吗？看起来蛮轻，对呀，是真的很痛。那奇怪了，你是长痔疮？是外痔，外痔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刚好啊。哎，真的蛮痛的，打进去了。怪了，那现在你装，我装啊，你装，你装，你装，来，我给你换位置。哎呀。打脚底板，各位啊！好，脚底板，脚底板比较痛。小众庄家哦。对。干嘛啦？啊！来看大家的牌。好，来先看小众哥的牌。英英，小奶奶，小群群，景轩，妮妮。来，小众，那我先往哪边先讲？顺时钟，往这边。顺时钟，往这边。好，顺时钟。二三四，二三四。你看他故意不看我，要弄我，他故意不看我。不好弄啊，演得不错。二三四哦。对。五六。五，对对对对，五八五六五六。五六，差五个呀，就来来去去就知道了。太明显。来去一阵风。怕什么？对不对？来去一阵风，你真的很俗大哎！六，那我只能七啦，对不对？八九，十十一十，哇，我找三个数字哎！妮妮，太聪明，叫太多了，再给你重新叫一次。嗯，十十一，再少一点，再少一点，再少一点。你这样救他就太明显了啦！哎，你真的跟他爸爸有裙带关系？对呀，裙带关系。真的，你跟爸爸跟我当兵一起的，睡我隔壁。对啊，对。十十一，哎呦，还是十十一啊！个性跟他爸爸一样，汉子，女汉子。我自己喊，好，好了，一、二，好，那我回转。二七二八，是啊，他还可以喊到二七二八。他刚才要算这么多，还没到，叫一个就好了。当然，不会。好，先打妮妮啊。好啊。宣传一下，趁要用力喊，要用力。反正很痛，这个有啊，他打的真的不好，没关系，那换我打一次你。哇哇，他都要打你，你看我今天都下不了手。好了，因为我想那待会我就不手软了。好，现在你庄家，现在你庄家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三张加起来的总和，谁叫到谁要被打。然后给摄影机，好，给机器看一下。好，算好了没有？还没。有这么大的数字啊！我在演电影明星，我他演技有这么好？好了吗？三开始，放好。三。从哪里？从哪边？从边？从那边？三。哎，他算那么久才一个三，才一个三。四五六。哇！七八九。十就好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算那么久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六，哇，是不是接近了？十七，嘤嘤，嘤嘤危险。你有牌哦。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哎呀，好敢哦！有中没有？还没有。回转，回转，爬，二十回转。来来，不要怕！哎呀，阿三，漂亮！拼了，你汉子，好狠！哇塞，而且没中耶！
的，太当然怕啊。到到几？二三。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。行，再见了。前面还有一个，后面还有三个。二四、二五、二六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耶。来，最多才三十六。好，那我回转。最大六该你。二七二八，是啊，太厉害了！不要害我，他刚才要算这么多，还没有到，叫一个就好了。当然，零。我要搞二九，中了没有？小峰他也被打对不对？对呀。你欠着，对，直接再来下一位，再吧，来，三张你庄家，我庄，我也会算很久，那个好大啊，太大了，对啊，小钟庄家屁股跟脚，待会两个趴好一起打，好了没有？也很难算是，不会吧，钟哥？我觉得他不是说这大家纯粹数学不好，三。就三就好了。从哪边？从哪里？这边。好，三零零。四五六。四五六，别再怕。尽量七八九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十三一个，都喊一个。冲啦冲啦！数到你每次喊一个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漂亮。你刚害我对不对？对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哎呦！再加速喽！再加速喽！你有想到他会用这一招吗？你有想到吗？我没想到，一定没中，一定没中。二十二一，他还没被打吗？今天吗？还没。在叫啊！在叫啊！不是很冲，回转。我一转。二三。啊？还两个。那你先叫二十四啊。二十四。他已经回转用完，那他继续过去啊，用完了，所以到他那边，所以我可以回转啊，他一定回转，我一定回转的。你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喊，不要了，喊看看吧。我喜欢回转。我可以 pass 吗？不行，用掉了。二五，二六，还没到哎。来，这样，叫啊。二七嘛，没事。那我就必须要必须回转嘛，一定回转。哦，你可以 pass 之类的。没有啊，因为你看我回转啊，因为你们都用，没有抵抗啊，对啊，我就只有回转啊。王姐，李贝，李贝还没死，还没有，还没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有，你之前太早了啦，把我们骗成这样，二九。对他只能三十，只能三十。欧阳李敏，三十。哎，真的很壮，因为就在你这绕来绕去。啊，你屁股要翘。我先吗？好，先打妮妮啊。好。啊。宣传一下，趁要用力喊，要用力。没有。我这节目这越来越难赚了，好痛哦！哎，还没有完啊，还没有完，还要打没有被打，没有，要，哇嘞！还好吧，你真的很痛，你一点，我觉得你太怕痛了。你们俩坐脚底板，对，这样。啊！吓到了，很痛。我要打屁股。你怎么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？我不敢。哎，奶哥，拜托姐啦。会啦，我打就是麻啦。啊！好扎实哦。舒服对不对？三天的舒服。就所有的症状都解除了，就解除了。来，我们两个，就是你，you and me， 我跟你而已。对。
哦，我一定输了，你这个老干。哎，谁叫二十一，谁被打，好不好？谁叫二十一，谁被打？对，所以一，你可以叫一二三，或者叫一，或者叫一二。哇，好难哦。不会啊，就最谁叫二十一，谁就输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这也不知道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先叫好了。一二三，四，五六，七八，九十十一，十二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哎，叫到二十一赢还是输？输。十七。赢赢输了吧？十八是有二十。哎，对吼，你可以叫三个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那个重叫，那重叫十六，十六，十六，该你，该你叫。不对啊，我怎么样都输啊。啊？我怎么样都输啊。你也知道。好，那小兰过来，一到二十一数到二十一，叫到二十一的输，二十一是输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规则？先叫到哪里？要抢一个先。好，那你先，我先。对啊，那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六、七、八，先叫到最紧绷九，你不能算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不能算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好，我要认真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小梁输了，大家都在偷笑，怎么回事？小梁哥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啊，没有，你少喊一个，你少喊一个。那个怎么没吃完我们这一坨？打打准，打满，打好，屁股翘起来，小梁哥好衰哦。小梁哥，用力哦！哦，你不要了。我今天打的好烂，怎么办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有你有痛的感觉吗？疼了。回去看播出，你是这里打的。我跟你讲，舒晃这边松松，你这边好松。这边松松会怎样？坐坐坐，还有脚底板。我今天打得很差哎，打准哦。给他打脚。你要平一点，你要平一点。我今天打得不好。他今天打抓啊抓，我才下一张你就抓。因为对我想抓。哎呦，两张九。这样我还是想抓你怎么办？你就长得不老实的脸啊，你抓，你抓看看，你就吞回去。好，我抓。好，吞回去。你吞回去。你吞回去，我把你告，我把你告，我跟你对上了。怎样？我跟你告，快一晚啊！我今天打得不好。他今天打脚。好啦。这有。原来你要暖身啊，这有哦，原来要做暖身啊。我前面真的打得太差了，大力啊！那个打就好不好？来，我没有什么之前的恩怨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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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没有没有啊！他刚刚想弄你，他刚刚想弄你。我跟你讲，你问小钟，刚刚他打一下，这整个通了。对对对。深了，他打很轻哎。奶哥有沾染的，怎么后劲那么强啊？对啊，好痛！你好痛，那是好像闻到很臭的味道。谢谢大家哈，来我们继续下个单元。好了，继续我们的单元，谁是吹牛王？景轩有赢过啊。有，对不对？有站在我还蛮常待在这里的，真的蛮厉害的，好骄傲。所以这个吹牛很重要，对，好不好？小钟也很厉害的，有赢过啊，妮妮加油啦！我真的是游戏黑洞哎，游戏黑洞，不是游戏，就是骗人嘛。其实你有酒，你明明有酒，你不出酒，明明没有酒，你喊十，那把那个骗掉了，就赢了，好吧？吹牛嘛，来，一人发六张牌，六张。来，把六张牌撑开。好的，先来看景轩的牌，妮妮的牌，过去。好，对面小钟哥的牌。
英英，请宣先叫牌。好，我出两张追。我要抓他。你要抓他？哎呦，厉害哦，会玩哦。马上就抓我哎。有可能啊，我跟你讲。对。现在我们玩的这一两个月，大概第一段都是骗的。对。真的要抓？有道理。抓。干嘛抓呢？你看到没有？他刚刚叫什么？他刚叫什么？两张 Z。他先骗两张没有，下一轮回来再两张 Z 出去了，你看就四张了。不要现在把账都讲出来。不是，因为这两个月大家都讲，我要警告大家。那妮妮现在开始叫牌，一张九。哦，诚实哦。两张九，加一张九。抓啊！抓！我才下一张你就抓，因为对我想抓。哎呦，厉害哦！哎，哦，真的哎，又回到他，你看，对，又是我了，发言权又到了那个。哎，再给你抓两张十一。他这次不敢骗，我以为他是真的。加一张，现在三张 Z， 对，再一张，四张 Z 啊，对，哦，哇高，哇高，像大家都好会抓哦，今天大家都爱骗，应该这样讲，来，小松叫牌，你们这些垃圾，没有一个人，他还在骗的景轩，真的，还敢骗，觉得还有 Z。景轩不能跟他来假的，要来真的。两张九，这样我还是想抓你，怎么办？你就长得不老实的脸啊！你抓，你抓看看，你就吞回去。好，我抓。好，吞回去。你就吞回去，我跟你讲。我靠，你搞我相信老实人哇？还是小宗教？我跟你讲，你一直出，他一直抓，你就脱手。我就一直出。两张十一，叫他手上，哎，叫他手上，对啊，对啊，让他出牌啊，你叫我有的，那我也两张十一，抓他快，抓我，你没有就抓他了，对，没有你就抓我没关系，你也抓 pass， 对，好啊，来啊，怎样啊？出牌！我等一下，我有四张哦，多四张，两张 K， 完了哦，没有叫过的 K 没有叫过哦，我有一张，小东哥你抓他快点，他会骗人，他哦，对，我觉得有可能会骗人，我也觉得他会骗人，你抓，如果不抓的话麻烦，你会骗很多哦，那你就是没有啊，啊，你说出你自己没有 K， 我没有。我没有，他看你不要啦，冷静，激将法，这是激将法。不是你刚刚已经有破绽了，他现在只剩两张，不小心他就赢掉了。所以你让他抓我，他就赢了。你如果就这样过了，他等下就赢了。过去，我跟你讲，你相信我，不能让他赢。好，加一张，一张 K 嘛。你没有对不对？不要，你那边。好烦哦。一张 K。加两张 K， 哇！赢了啦，哇！他赢了啦！他还是说你要抓他呀？我应该两个在那边聊那么久，他先抓他，我照想抓他。恭喜你，我是。来，这是我们的财神上帝。恭喜他，第一次上我们节目，欧阳妮妮来，只是做个电影宣传，厉害，站在这里，都你害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乱拳会打死老师傅。没错，一不小心，奶哥就滑了跤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搞不好，你知道抽到大奖，搞不好就赢了。那个一到二十号，我们有30万、20万、10万，还有另外四个奖，有掏神水洗碗机，价值25000元；抗氧化水摄影机，价值30000元。质感双峰酒柜价值30000元，还有移动冷暖空调价值32000元。想去英国啊，带一点盘缠，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拿掉5个小奖，
他们是我要求奶哥拿，刚刚才会拿掉。谢谢奶哥。10号、20号，就一个10万、20万。1、2、3号。哦，前面三号都是。所以这里面呢，还有15个奖。有8个小奖，7个大奖，大概就50%。50-50，好不好？哇！来，现在给你选个号码。我要比他今天8号。八号，我讲，所以他就是没有来过，很传统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因为基本上我们像86啊这些东西呢，我们都不太会放，因为这都是幸运数字嘛，一定大家选这些数字。因为这是爸爸最爱的数字，哦，有意义的。不是你爸爸，大家都爱啊，谁不喜欢八啊？对不对？8888。八号，是因为你爸爸喜欢八号。对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八号到底好不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嗯，还不错。还不错而已。要不要换？可能。要不要再换个号码？我觉得不要。你想换？妈妈喜欢几号？没问过。妈妈有还都还好。都还好。女儿比较爱爸爸。对。比较了解爸爸喜欢的号码。哦。奶哥，你觉得我要换吗？哎呦。他说：“奶哥，你觉得我要换吗？”叔叔。哎。可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，所以其实如果你觉得这个够好的话。你大概多少钱就满足了？5万块。哦，这个东西有超越5万吗？没有5万的，因为我们就是3万嘛，平均那其实4个奖3万，要不然就10万、20万、30万。哦，所以这个一定不是10万、20万、30万，这个应该就是其中一个奖品。哎 ，You got it！ 哇，你好聪明啊！其中一个奖品也不错，逻辑很好，这样觉得。这样子，5个号码选一个，哇，30万，还是3个号码给你选一个20万，还是2个号码？其中一个10万，2选1，因为你自己5万你就觉得 OK 了，要起码已经 double 了，1/2几率，30万是5个，5分之1啊，有4个小奖，30万了啦，你本来也是来领1350啊，回去1350没有亏啊，所以10万赌大一点，奶哥怎么了？他太快，气急攻心，我钱还没放下去，他就不要，他就说不要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没有8万以上，他不会要。其实我不喜欢跟家里面环境好的孩子哦玩这个。像我们哇，1万块我们就多开心，加个500。30万是5个，1/2啊，有4个小奖。30万了啦，你本来也是来领1350啊，回去1350没有亏啊，所以10万赌大一点。2选1，10万的，你要注意喽。到底这2号码其中哪一个是10万哦？注意哦，我会先叫10万出来，还是后叫10万出来？4号、17号，想给意见吗？姐姐觉得4号不错，我也觉得4号不错。要强调是姐姐觉得4号不错。4号。其实这时候就不要听他们的。啊？对，因为没有重视你的，加油。哦，他这样讲，那叫4号。啊？4号。17号。你漂亮。他不听阿伯的话。反骨，年轻人就不一样的。对吧？我就多爱这种特别来宾来我们上我们节目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阿伯讲这种话。确定了吗？确定了。哦。意志坚定，4号不要。17号，会不会是10万？还是或者是我们蓝白拖鞋？来，我拿3万块给你买这个奖品。奶哥怎么了？奶奶，他太快，气急攻心。我钱还没放下去，他就不要，他就说不要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没有8万以上，他不会要。其实我不喜欢跟家里面环境好的孩子哦。玩这个，像我们哇，1万块我们就多开心，加个500，哇！可是因为3万块等于家电每一个都3万块。哎呦，你好会算！你还说你不会玩游戏，你游戏精明的很啊！对，打气算嘞。哦，你也可以出来选里长哦。4万。不要。快，他很快的。哪个也加的很快啊？对啊。5万。马上就跳5万了呀！不要不要。我在网上加没有意义了吗？有啊。有吗？他会动摇，真的吗？他会动摇，会动摇。直接加到8万看看，你看他动不动摇？什么8万跟10万有什么差别？有。
你试看看嘛，又放8万到里面看看。哎，六万。哇，6万块钱，来，看着三口气，告诉你的爸爸，6万块钱要不要换？6万块钱不换，来，马上进行我们的，再加1万。哎，好，7万。7万呢？7万可以坐商务舱。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又换了。7万。嗯，因为你刚如果10万二分之一只有5万的机会啊，但你现在7万是笃定有7万了，但是就是只要赢了游戏就可以拿7万。可是我觉得他愿意用个7万跟你换，表示他应该很喜欢。对啊，我觉得7万。因为我也是帮我们制作人省点钱了，要7万你换的话，我还省3万。对啊，7万我觉得。与其就是那个没有保险的话，7万倒是稳稳的握在手上的感觉是蛮好的。对，这也是我的想法。是你知道稳稳的7万，那只要赢了游戏就是你的了。而且我们把它逼到7万，他要再加也难的。7万应该是个紧绷数字。如果你有差那3万吗？小钟哥贴给你。你觉得10万块钱可以吗？李宁。他不叫换，他就不换。7万，所以我们叫他不要换，他就会换。我们干嘛一直答应他？对不对？哇！你们有 guts！ 我们也是坚持。每一个都说7万换的，根本就没有啊！我说算那个几率的话，好来，不要换。我啰嗦了，10万块钱到底17号是不是大奖呢？来，进行我们的天下无双。天下无双。欧阳妮妮7万块钱不换，到底17号是不是10万？要7战4胜，这些叔叔、阿姨、阿伯、阿伯、叔叔、妹妹，啊，这些哥哥姐姐都知道怎么玩，好不好？但是可能有时候也不需要请教他们，因为是多余的。因为其实奶哥猜到我们的牌路，好不好？来，好紧张啊！不用紧张，一切交给命运。我先出吗？是，我也想说，不好意思。你猜不到他的牌路了，真的吗？反正我照我的，不照我的逻辑了。我觉得说不定是一样。我的逻辑就是10、11、12。你看，我就说一样。停。哇，会玩哦。他现在在我做功课，这样。嗯，他刚有上网恶补了一下。来，第二张，1平。感觉像是随便丢了一张，对不对？感觉他看都没看。他没什么在想。他没有逻辑可以参考啊。他这张我也意外。1平，我1胜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了，很有机会。还早，还早。什么叫有机会？很有机会。他8赢我的11啊，输我的11啊。哦，11，对，后面你可以看后面。嗯。我们帮不了你啊。你也想这个吗？嗯，后是这个。我也是这样想，那你就出吧，我觉得可以。他这一次应该不是11又12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别的牌可以出了嘛。差不多啊。哎，他会不会又出9？我也知道。先用8、9、10来搞我，啊？先洗你的牌。我跟你讲，他那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。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欧阳妮妮，到底可不可以击败奶哥，把奖金带回家呢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告诉你哟。我也知道。先用8、9、10来搞我，啊？先洗你的牌。我跟你讲，他那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。请开牌。哇！哎呀！可是他大牌都出。奇怪，他就是不出大的啊。他比较保守，我发
2-0哦。嗯，给你看一下，你待会可能得到的是什么？哦，你不要给他压力这么快。各位观众，现在要看吗？台币最好，哇，现金？什么什么？我看到现。现金十，十万，哇！你的选择是对的，你们三个都在讲四号，没有，我希望我要挂的，我没有讲。加油！是2-0，他压力很大，现在。对啊，现在哪个赢两把？但他都是大牌，对。好好出，看那边。你三局都得赢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合牌那个还是算庄家的，所以三个都要赢。我们不要给他压力，我们不要给他压力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是10万块了。不行，他会猜到。12、13。好紧张哦！我在前面紧张个什么劲啊？照你的直觉，因为看到那个10万块，害我都好紧张。那个的，小刀哥，嗯，他现在变得好安静，他不敢提意见。10万块不是小数目。他怕如果指导说他拿出这笔钱，怕要分摊。对对对，我不要乱讲话，让他不应该打开的，给你压力那么大，给了我们好多压力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出12就13了，你也没什么牌出了。他会出鬼吗？不可能啊！12、13、9，跟鬼。12、13，我都洗掉他的大牌。对，他出轨，我反而赢他。对，所以牌是有逻辑的。嗯，鬼咬他的 K 还有一线生机啊。啊，还有我的牌跟你哦，没有差一个，一样有，一样有鬼牌。你是九蛋鬼。对，一样有鬼牌，一样有九。九蛋鬼，我出九的话，赢他的鬼，平他的九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紧张。那如果你出九，出如果你出鬼，奶哥现在压力也。九蛋鬼，决定了啊！哇，压力好大哦！请开牌，先看他的，先看欧阳妮妮的牌，奶哥的牌，没猜到，也不是猜到，因为我 K 只输他一个鬼啊，嗯，我最大。对不对？也有可能出轨啊。但是我是2/3的赢的机会啊，我出 K 啊，出牌，九跟鬼都赢，我怎么出都赢了，都赢了，九。哦，妮妮的是也是九，还多牌，都比你少啊。哇，哪个手多？10万块钱，厉害！好紧张啊！前面打的太小了，他前面下的牌太小了。对，下次再来，下次电影宣传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四位，谢谢观众，说别忘了每个礼拜六、礼拜晚上8点准时收看我们的《天天乐财神》，拜拜。